我想去见你，哪怕穿过一四千万公里，一路奔袭，用力扎进你的怀里。我想去见你，待到雾散后，春暖花开之际，翻山覆海，我会去见你。我看你是想学我这鱿鱼整不误吧，要过来一起晒太阳了。给台上其他人的手机备注是什么？张老师。我们最爱的酒馆，把藏在心底的话都说给你听。我想带你去所有浪漫的目的地，带你看遍世间所有美好风景。我想去见你，哪怕穿过一四千万公里。阿旭，阿旭，老温，老温，老温，我想去见你，待到雾散后春暖花开之际，老温，老温，老温，这个小的唱段献给我们的温州之恋。祝愿他们白头偕老，选哲瀚。为什么？夺人所爱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！今晚能欣赏到阿旭的歌声，我老温甚是开心啊！行了，当这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，我相信在1/4之伤之后，这把剑的主人将会说三个字：如果不要剑，非要把这个时间加速的期限，我希望是10000年。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做梦的机会，谢谢你们帮我们圆梦，要感谢山河令。这部对于我人生来说非常无可取代的一部戏，感谢最好的对手周子舒，谢谢大家。我要感谢我的对手张老师，他饰演了周子舒，非常开心这个春天的回家，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。不管你是喜欢周子舒，还是喜欢温客行，还是喜欢周子舒和温客行，可能今天结束了，我们俩就是作为张哲瀚和龚俊。感谢你们喜欢张哲瀚，感谢你们喜欢龚俊，感谢你们喜欢张哲瀚和龚俊。还有一些话想对俊俊说，虽然我比你大一点，然后我不知道未来你会遇到什么事情，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初心，然后保持自己的个性，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是需要什么哥哥帮助的地方，我永远都在，我永远都在。我想去见你，待到雾散后春暖花开之际，奔山赴海，我想去见你。相信悬空期待着鲜花足迹。